靠近你，这是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，作词的人是魏文斌。这是我一首歌，这首歌是在以前的17楼，新山的波点17楼，就是现在已经拆掉了，有一平地的那个地方。好，掰三根，然后就看到那个词，觉得很有感觉，就谱上了这个曲，然后就这样的卖给孙燕姿了。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听到原版的是怎样的，靠近你。谢谢。